我们商量好了，我们第一轮派出的是我们的蒙面大侠西楼。哇，很期待他的作品。这首歌呢，是一个我的一个音乐人的朋友对他父亲所要讲的话。故事可能略微有点悲伤，但是此刻我觉得我可以代替他去让别人知道他想对他父亲所讲的一些话。创作这首歌应该是用了有三天时间吧。三天时间，就是还没有很熟，对吧？对，我在转调的地方是没有做好。但是我们听到整个框架是知道这是一首蛮完整的一个原创曲。是唯一的很难的时间问题，因为这首歌的编曲就是我没有来得及编曲，是由乐队老师和乐队老师编曲的，所以。这首歌的形式就是我和乐队一起现场演唱。